就来，就丢给你们，你们看，你们干什么了？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诺斯。好，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生涯模式。那我们要在这支影片的话，直接连打两场，将洛杉矶快艇队直接打下去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的话，就即将开始喽。那我在影片录制的这个时间点呢、这个洛杉矶快艇队刚赢下这个系列赛第三战啊，哇，放那么大空档的吗？所以我希望啊，他们能赢下来这场比赛，也是唯一的一场啊。来，挡拆，一局面，上来啊，好球。漂亮，原本是要给他空中接力啊，不过他好像有点跑太慢了。这边再给到 Kawhi， 雷纳弧顶位置直接一个三分球运投，这球拿下篮板，挡拆，空档出手自球直接没有进，哎呀，哇，他从里面跳出还有办法防下这球啊，收到，拿下篮板，漂亮，这球出手进，漂亮，前面两投没进啊，那这球总算是进了。好 ，Paul George 这边直接上来，好球！好，我们来一个双锋线挡拆，上来之后还给外线，直接一个三分球，飙起，这球再进一颗，第一节连进两个三分球啊 ！Morris 给到禁区里面的 Kawhi， 雷纳直接硬打，是一个犯规，来来，双锋线挡拆，再来一次，这个上去直接要一个犯规，哇，当禁区如果杀入篮下，其实基本上没什么人能拦得住啊。Hero， 再给他快，试图加一个三分球出手，这球哇，大家开始抢我篮板呢，不给我活路的，再拿出来一个三分球绿了 ，bang， 就是把你拉出来单打怎么样？看起来这个战术应该是卢恩斯要准备射三分了，但是这应该不太容易啊，哇，居然是射给 Morris 的背打，这个不太好吧？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这边篮板我拿下。哎，打跳步，他们就直接爬起这球，哎呀，这球就没有进了，可惜啊！我刚刚觉得那球是有机会的。哦，篮下直接突入，这球漂亮！哇，他们开始做包夹了，这球上篮，哎呀，没有进。停场！喂，你怎么缠在人家头上的哥哥？哎，这边来抄一下，没抄到。瓦卢恩斯完全收拾，漂亮！篮下好球，灌篮！刚刚是一个妙传啊，给到禁区里面 Porzingis 收拾，一个阻挡犯规，哇，这球对啦，我认同啦，他是个阻挡犯规，但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因为刚才球我已经守死了。目前九分、二篮板、二助攻啊，三分球直接拔起，这球有点勉强啊。瓦卢恩斯这边把 Porzingis 拉出去外面单打。这个三分球直接拔起，这球抓板，这个 down check， 哎，这掉球了，干什么呢？哇，这边要我手雷呢，这就难受了。外线卢恩斯，这个包夹有点做的不太好啊，为什么他要过来包夹呢？好，现在替补换上来，换上了 Beverly 啊 ，Beverly 在进攻上的表现应该就还好啦，不用这么担心了。哇，还敢直接上来的？哎、欸，你抓个板，你不要闹！那就八七啊，是快乐的队友啊，完蛋！随便一拍，哎、欸，拍起来，一举面过篮 ，Woo， Michael Jordan！ 哦，这个是现在很常被打脸这个猪八子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现在很常被打脸的 Porzingis， 进攻三秒啦，快乐的，篮下不用吹了是不是？不给我活路的。他打空挡了，三分球绿的 bounce， 乖乖的还会防我内切啊，真的很可怕。你就知道我进去里面突破力有多强啊！我就举这个上篮好球，挡拆，篮下，灌篮，漂亮！这场比赛应该相对起前几场比赛应该好看很多了吧？至少我是认真的在打球啊，就不是单纯的进攻或单纯的这个传助攻啦。哇，他这个好球！这翻身跳投，哇！刚主要是在于说那个挡拆真的是挡得我完全没办法出空档啊。哎，大空档，给你啊，你不进我也就算了。其实我已经对他标准放很低啦，就是他那个空档没进，那我也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球好球，我挡拆完之后直接那个 roll in 进去啊，那个没办法。
这个挡拆三分球拔起，有点偏了。肯纳尔，哇，好球！完蛋，哇，雷德真的很难防。哇，好球！不要拿回来了，就来，球丢给你们，你们快去捡，你们干什么啦？哎，我球丢在那个位置，然后你们两个在那边看呢，干什么啦？内切变向上篮，好球！哇，如果你们刚刚耳朵破掉的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灌篮，我刚刚真的很激动啊！篮子球，三分球出手，好球，完蛋！变向，继续没灌篮，哇！篮下反手灌篮啊，真的是帅 ！Beverly， 喂，不是你是不是演员？你是不是放太多了？你就直接开门让人家进来、欸。你刚刚一个全家就是你家、欸、直接放人家进来的、欸。来啊，单挑啊！三分球出手，不用看啦！哈哈哈，不是每个人都学得起来的、啊。哇，右下双人挡拆，你这个人会不会太险？拿下来吧。篮下切入，没有人，轻松灌篮 ，George。哦，一个转身，三分球直接拔起，漂亮！哇，直接进面，啊 ，bang！ 好，目前的话36-29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主要在说对方的这个主将似乎全部下去啊，我们就不用那么担心了。这球上篮，好球！哇，这边直接开始包夹了。进去面，你不要硬打，干嘛、啊？下个挡拆，下个底角。走死了，那个中距离绝对不会进的、啊。板子拿下，啊，有种来包夹我啊！给进去面上去，漂亮，最佳位置。进去面，哦，这压制网压起来、欸，你有种三分球啊，你有种三分球啊。Henderson， 剩个 Jackson 啦、啊，那就没差啦，你不会进。哇，你居然进了！哇 ，Reggie Jackson 居然进了，太神了吧！我来包夹一下，哇！这球居然被撞开了，半转身，然后篮下，进去面上篮有了，全队展示开起来喽！来 ，Jackson， 收下，漂亮！哎，这球超接，超接完之后，再给我三分球直接绿了 ，bang， 回家！哎，好，我在这里开没有一分钟我就放下去了，太惨了吧！等下切入中距离跳投，手到拿下 ，Johnson。球进去面过来，哇！我干，好球！交给卢卡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体验被打点的感觉啊？哇，猪八子难受了！你在现实被卢卡吊打，在这里被我吊打。好球，肯纳尔，篮下上去啊！哎呦，你这样还能丢歪？好吧，这可能有点对他强人所难啊，因为毕竟 Paul George 的这个身材比较好一点。再给到肯纳尔。哇，我原本是以为他要给破旧局啊，这球我的失算。第二节就是目前的话是36-55啊，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现在来到第三节啊，那是第三节啊，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全程碾压对手的、啊，但是这一节的话，我们觉得不太确定啊，因为其实他们还蛮常会打第三节的、啊，这个乱击快点队啊。三分球出手，完了，完了，因为我刚刚一瞬间看到红色啊，我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每次第二节都打不好啊！哇，他们第二节都开始针对我防守，这边要死亡中距离了。哇，一看到他准备起跳，我就知道大事不妙。快攻，快攻，快攻，飞起来喽！撞倒在地上，歪了一个挡拆，还要45度角，再回这个国外，再回给 Morris， 这球三分球出手进。啊，来底角 Morris， 哇，又硬撞突破哎、欸，不是啊。我再怎么样，肌肉量还是比你高的吧？哎、欸，他被超截掉啦！击球给我救回来！呵啊！球丢给你，来！再进攻，再进攻！我没力了，他们就出手率啦 ！Bounce！ 哇，把球救回来，然后再外带一个三分球啊！时间现在最后6秒钟。大空档出手，进！外线
Just Richardson， 这个大空档再给你啦，你这个真的就是你的锅咯，这个真的不是跟我无关哦。来进去一遍，三分球再出手一颗，没问题啊。之前我刚刚想说有人过来协防我，我就不要投射了，结果我没想到传错人了。哇，你们是可爱不好惹啊，下一场猜。三分球出手再一颗，这球没按好，好球没有按好，但是这球还是有进啊，这球有点赛进了。 George 这球篮下突入一个 N1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对面还是有实力的、啊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。哇，他们手会不会太紧，会不会太紧，来 Lena 我这边抓不住你咯，好强啊 Lena， 哇名人堂 Lena 真的不是随便打的呢。这个外线，这个上面有空档，试着给你啦，好球，想猜进去没过来，有一个转身之后反手篮下灌篮啊，就抄掉，你在耍球嘛，你在耍嘛，好玩吧小朋友，这100块你已经输掉咯。篮下转身就出手，好球，他的死亡翻身跟死亡中距我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去针对的呢。等一下，这球没有进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好，目前的话是这个98-80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。好，现在聊决胜节第四节啊，我们只要一把对方打到这个无力还手啊，我就会立刻使出了这个模拟的情况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要尽力的将对方打到这个输25分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这场比赛了。挡拆，哇，篮下硬撞哎、欸，哇，他们今天都不给我们中锋面子嘞、欸，篮下各种撞哎、欸，篮下投入单手上篮有距，哇，还有一个死亡贴板啊，进去没关，哎呦，好球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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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一个 Josh Richardson 挡拆，篮下投入灌篮有喽，又下个挡拆，他没办法故技重施，完全锁死对手啦，好球啊，这个防守，哇，这个防守回合进去面灌篮有喽 N1， Ruins 不断往后撤，这球守到了，哎呀，这球协防居然是被炮头打进，哇，这边协防慢了，没想到被炮头打，没想到被炮头打进了，哇，刚才一球协防慢了，没想到被炮头打进了，进去里面过来，有三分球拔起，这球弹框，有了有了，快可以终结掉他们了，篮下切入过来，有喽，这种比数啊，131-106啊。我们又把对方吊打了一局啊，非常非常漂亮。今天德加65分、14篮板、7助攻、2超截啊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来进行下场比赛啊。我相信我们在下场比赛也可以直接把对方打在地上的、啊。一开始没想到居然是被打个7-0啊，太难受了。那就拔起，大哥这球进，刚刚没有过来协防，很可惜。一下切入进去飞身，我的三分球还是不是那么稳定啊，所以我可以不用这么担心啊，单手抓球超远三分球来一颗没有问题，中距跳投再一颗绿的，再拉回来，这个 Porzingis 三分球再一颗绿的没有问题，再给我再一颗绿的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哇，直接靠我一个人反转啦、啊！哎呦，这就五个火锅，漂亮！再回给，有喽，漂亮！来，我们跟自己做一个 pick and pop， 这球会不会太远？会不会太远？不会，哎、欸，我要直接来个 catch and shoot， 来这个底角。他们就再来一颗，有喽！太远喽！出手去，就跟你说，你防守要近一点，不要那么远。又包夹，又包夹，你又包夹，你还包夹，篮下突破不行，被包夹，该死的！
上交中距离。哎呀，这个中距离踩线啦，有效命中率71%，哎，什么鬼？这是个人吗？那个肌肉量真的是不在话下，随便撞随便有啊。但我也是随便撞随便有的，有喽，果然，哎，你原本以为可以摇到 N1 啊，我看那个动作出来，以为是个 N1。来，开始 battle， 想守我啊，想守我啊，等一下，啊，打破他，打破他，啊，打破他们印象。Pick and pop， 上面就拔起来。再一颗出手，哎呀，弹出来了，还是一个超远三分球，三分球来一颗，没有问题。两猜，三分球拿起来，有。我把三分球记录破了之后，我再打卡下班啊。两猜，三分球来一颗，真的不要再说了，真的不要再说了。再打三分，进去！感觉不能玩了，感觉不能玩了。进去里面先解凉一下，受不了啦！九分差距，九分差距。进去关！哇，他们打了三节，总算知道针对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出手，14%，进了。绿了，有了。慢慢开张了，慢慢开张了。我现在是不是没办法三分球了？好吧，那我们这边就只能一下突破了。球进去，别过来。哎，什么啦？哎，我没有传在人家头上，他就自己跑到人家头上啊！那一球，三分球来，就是这样。进去里面，等等，再看一下 Morris。哇！不行不行，第四节真的不能再这样玩了，第四节真的被他们针对到哭出来了，时时刻刻在双人包夹、啊、想三分球也不能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哇，现在快乐的跟杀神一样啊，真的不能再放任何一点空档给他啦。速度很快，灌篮，我先稍微多灌个几个篮啊，然后让我的状态回暖啊。三分球率有了，这才对嘛，他叫快乐来防守我，这样不就对了吗？他之前叫什么 Morris 防守我，根本没跟没有一样在防守。有篮下过来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人真的不能当刷子啊，一当刷子会出事情啊。挡拆中距离，这球再抓篮板，那篮板就不是刷啦，篮板就真的只是我能抓就抓、啊，来，朱巴斯对了我、啊，空档出手，进了，好球！到篮下，灌篮，哎，这个犯规，篮下突入，灌篮。93分了，就进，篮下上，这球没有进，管了、啊，先挂了，这是犯规，先罚球，这罚球没进啊，97分，98，99，这球最后的灌篮。灌啊！哎呀，没啦！这边最后的灌篮，给我上去101！我终于突破张伯伦的记录了，101分啊！太神奇了吧！
太爽啦！我的名字会永流传，太屌了！我刚完全没有要跟他讲话的意思。我们都在巨大舞台啊，西区总冠军啊，势在必行啊。打爆他们！我的老天鹅啊 ，Junior！无我状态，我早看得出来他们挡不住我啦！哇，太屁了吧！他们开始尬聊欸，101分，24篮板，3助攻，2超截啊！今天就是我又做出了一个创举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下一站的对手的话，要来对决我们这个洛杉矶湖人队啊！打完洛杉矶快艇，又要打洛杉矶湖人啊！哇，下一场一定是一个精彩对决啊！好，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影片。那如果各位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别忘了下方订阅，别忘了想支持我们这边的探讨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